上开心合影，高二生毕旅快乐出游，没想到回来后百人染疫，台北市一间高中毕旅爆发群聚感染。学生还在社群软体上串联发文，爆料180多个学生感染 A 流，学校却不停课。我认为早就该在上周就停课了，前天吧，就已经接近快要两百位学生已经没办法去学校上课。家长很担心，因为群聚源头就是高二生的毕业旅行，当时学生们还不知情身边哪些人染疫，纷纷靠在一起手比爱心，丝毫看不出异样。但家长透露，4天3夜里已经有学生不舒服，提早回台北。陆续不舒服，从南部直接坐高铁回台北。我们发现哦，确诊流感，类似群聚感染。对此，校方也证实，早在毕旅前就有零星学生出现发烧等症状，无法参加毕旅。但出游第一天，又一名学生不适，老师立刻带去看医生，确诊 A 型流感。第二天多达5到6人身体不舒服，直到毕旅最后一天，总计20多个人生病。截至端午连假前，感染 A 型流感、类流感和新冠肺炎的学生，光高二生就有145人。我们像最近。甚至一天都零确诊了，所以我们如果停课了，这些例如说有打疫苗的啦，然后有正常做防疫措施的小孩，他们就会更会抱怨后面弄乱他们的暑假的规划。学校也召开防疫会议，考量下周期末考，为了保障其他学生权益，没有停课，但学生可以依照身体状况选择视讯教学。教育局则表示，中央没有强硬规定停课，尊重学校决定，但对家长来说，孩子健康第一，如何不操心？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。站起来。